自从那场名为降临的浩劫之日起，72根魔神柱催生出72位魔神，与人类展开了数千年的战争。这是魔族降临圣魔大陆的第6172人，由圣殿联盟六大强者所组成的夜魔团小队，这计划在驱魔关外击杀排名54的魔神猎纳。哎，抱歉抱歉，先等等啊，大腿头好上，圣阳正法，神圣守护，准备点，我们当影子准备好，回狂风，不过是第54处的小家伙，排名更高的爷爷我也灭过，准备给我下点风，啊，我一直打。魔神柱子，他的威力随时会增强。6172年，几千年来，人类就是这样一次次与魔族战斗，然后失败，但人类却从未放弃抵抗。Yeah.
原来你就是龙星云，很可怕。奇怪，他怎么走了？那天，没人知道魔神黄风秀离开的原因，而那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不为人知的事。神印骑士龙星羽的妻子白月竟然神秘失踪。走吧，魔神皇陛下要见你。因为他的离开，人类获得了短暂的和平，而两族的命运也因此悄然转变。那晚，因为魔神皇的降临，原本星月寂寥，但在晨曦将起的时候，遥远的东方竟忽然亮起了一颗星光。学院已经一年了，接下来每个人都要进行灵力测试，只有灵力超过十点才可以晋升骑士侍从，继续在学院修炼，否则就给我滚回家去。怎么办？我还能做好准备？我将收回你的武器和装备，还有培元液，因为不努力不配做一名骑士，必须要通过测试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大声点儿。听明白了。很好，小虎，开始测试。灵力十三点，合格。接下来你负责报数，下一个九山。灵力七点，不合格。灵力十一点，合格。灵力六点，不合格。冷炮尘，灵力九点，不合格。啊！居然没看到希望。这孩子资质还是不够啊。教官，我现在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能通过的。混账！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如果给你破例，那对他们公平吗？对不合格的同学，我将收回你们的武器、装备，还有培元液。我想请您再给龙浩辰一次机会，他花了很多时间想帮我通过测试，要不是我，也许他可以一次通过。教官，我也同意给浩辰一次机会，他也帮过我，教官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他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教官，你不是说不努力的人不配做一名骑士吗？可浩辰他是我们当中最努力的呀。我怎么会不知道
他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，可正因如此，没有资质才更应该尽早放弃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对，是长官。安静！你们这一班是我教过资质最差的，但也是我见过最团结的。龙浩辰，既然第一名的蒋虎也替你求情，那你就跟他比试一下，如果你能战胜蒋虎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公平起见，包括你们都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教官。记住了，蒋虎，全力以赴，否则的话我取消你骑士侍从的称号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浩辰，小心了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虎哥，请骑士开始。比力气龙浩辰还差得太远。孩子们，骑士的十大守则是什么？骑士保持原点，跟守。虎哥力气大，左手右不发力，够了，骑士有你。灵力深一点，通过。这孩子居然能在战斗中瞬间提高爆发力，可他之前测出的灵力为何那么低？好了，下一个，你们谁还想挑战江湖？我来，我来。
培元液可是骑士圣殿特有的珍品，有固本培元和增加灵力的作用。你有每天在喝吗？你刚刚的战斗表现是我见过的孩子里天赋最高的，但以你的努力加上培元液的功效，灵力不该这么差。教官，浩辰，怎么了？回去吧。这孩子一定瞒着我什么。给你，啊，虎哥，你的培元液都给你妈妈喝了吧？妈妈，来。这一年多亏了他，妈妈的身体才好了些。可你也不能完全不喝呀，今天差点没通过测试。还有你当时那一下，哇，大家都惊呆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你虽然教过我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可是我不要失去你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不过你培元液都不喝，灵力还能突破十点，要是喝了的话，那岂不是……虎哥，我得去那边找些草药给妈妈配着喝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那这个你也需要变强啊！听说最近山里有野兽，你要小心啊！知道了。听说最近山里有野兽，你要小心啊！是吧？你在找什么吗？姐姐？喂，我是哥哥，不是姐姐。好，男子汉才不会逃跑。更何况，我今天刚晋升为骑士侍从，区区几个坏人。还有，王大人。
再玩出来。不能有自由，只能不停地试。失去六感，哪怕失去生命又如何？你没有选择，既然监督使命，就必须为大家牺牲。刚才老母的攻击已将他的五脏、肋骨和胸骨震伤，再勉强支撑，人都得废了。想让我帮他，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不可以再逃出来，必须完成轮回圣女的试炼。
级了这么低，看来也只是个没有天赋的人，这辈子难有成就。切记玲珑，分分。我已替他疗伤，同时用凝毒之力帮他梳理了十二正经，燃尽了体内杂质，他的潜力至少会提升一个档次，算是对他努力保护你的奖励。我们走吧。彩儿，那可是店主送给你的。怎么也不见了，奇怪，难道那是梦吗？这是什么？轻了，糟了，都这么晚了。自从魔族来到圣魔大陆后，对人类进行了疯狂的屠杀。为了人类的传承，人类强者组成六大圣殿，带领人类抵御魔族，守护着最后的净土。而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骑士，守护人类，守护我最爱的人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你这两天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怎么又在干活啊？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考核通过了吗？通过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骑士侍从了。妈妈，你看。我就真的有能力保护你了，再也不会让你受欺负了。晨晨一直将妈妈保护得很好啊，可是还不够啊，我还要把爸爸的那份也补起来，所以我还要更努力才行。妈妈，你别干活了，我找了熬汤的材料，这就给你做饭。晨晨，不急。知道了。妈妈，那个骑士最后被魔神皇杀死了吗？当然没有了，骑士拼尽全力才勉强阻止了魔神皇的进攻，但骑士也因此受了重伤，下落不明。难道魔神皇真的就那么厉害吗？所以你要答应妈妈，努力成为一个强大的骑士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的。那妈妈也要答应我，快点好起来。你还好吗？那个叔叔是坏人吗？
好意思，今天太晚了，要是洗东西的话要明天才可以了。要是您急的话，要不您先把衣服放在这儿。是啊。叫龙浩辰，昨天刚刚晋升为骑士师座。你母亲叫白月，你们家住在奥丁山，对吗？哦，您怎么？浩辰，教官好。嗯，大人。嗯，你告诉他接下来的安排。龙浩辰，这位星宇大人来自皓月城骑士分店，他选中你作为特训弟子，是你的荣耀。未来三年，他就是你的老师。凡事都要听星宇大人指挥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老师好。嗯，巴尔山，觉醒之石带来了。啊。星宇大人，浩辰还这么小，提前进行神圣觉醒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没关系，我自有把握。巴尔扎教官，那我还可以领培元液吗？可以。我们走。你知道骑士一共划分为多少阶吗？按照灵力划分，骑士一共分为九阶，灵力十点，一阶骑士侍从，灵力一百点，二阶主骑士，灵力两百点，三阶骑士，灵力五百点，四阶大骑士，灵力两千点，五阶大地骑士，天空骑士，灵力四千点，六阶辉耀骑士，灵力一万点，七阶圣殿骑士，灵力三万点，八阶圣骑士，灵力十万点，九阶神圣骑士。那你知道吗？身为骑士，要想更快的晋升阶级，都需要进行神圣觉醒的仪式。神圣觉醒？嗯，这是骑士最庄严的仪式，它可以激发你隐藏的先天内灵力。先天内灵力最低为零，最高为一百。觉醒后的数值越高，修炼就会越有成效。怎么，害怕了？老师，如果我先天内灵力很低，您是不是就不收我做您的弟子了？不会，
无论高低我都会教你，但神圣觉醒的过程与骑士精神息息相关，所以你要勇敢去面对。我明白了，星宇老师，我会加油的。老师，我准备好了。神圣觉醒的第一步是通过觉醒之时帮你剔除体内杂质，迎接光明之力的洗礼。由于你的年纪太小，过程会比别人痛苦10倍，你要坚持住。不要了，我已经布下法阵为你护体，如有意外我会终止仪式。星宇老师，我好像没有痛的感觉。他的12正气竟然疏离我，体内也无杂质，难怪。大哥，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主仪式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发生什么要勇敢去面对，坚持住你的信仰。孩子们，骑士的十大守则是什么？谦卑、诚实、廉洁。开始吧。每个宝石代表10顶先天内衣，也代表骑士最高的荣耀。圣者，风者，地者，龙者。我当初点掉了西河水晶，不知道这案能抽到多少。谦卑、诚实、廉洁、圣者、公道、地者。发生什么，要勇敢去面对。
人类境地东南方向，能量异动，是否前去调查？觉醒超过九十点，被称作光明之子。而这孩子竟然有九十七点，要不是及时封印住他觉醒的力量，后果真难以想象。星云老师，我的先天内灵力到底是多少啊？不说了，无论高低我都会教你。等时机成熟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哦，是。其实圣殿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光明之子，光明之神。这就是你让我等待十年的意义。浩辰，你知道这种生物吗？这是蝉。对，但是你知道，就这么小小的一个生物，为了从地里破土而出，它要先在黑暗中蛰伏十几年。人类也如同这只蝉一般，几千年来都被魔族的黑暗笼罩着。但现在，这个黑暗的年代该结束了。这是魔神皇封仙，我的一生之敌。只要他不在了，魔族就不成器。他就是妈妈说的魔神皇。接下来，我会为你制定一个专门的训练目标，认真听。你的目标就是成为史上最强骑士，跟我一起打败魔神皇封仙。下一轮的试炼即将开始。我知道，你一定很渴望外面的世界吧？想像其他孩子一样，有朋友。但只有你成为轮回圣女，
杀死魔神皇封秀，人类才会有希望。彩儿，浩辰今天怎么没来啊？他以后都跟另一位教官训练，你不用管他。啊！为了打败魔神皇方秀，我会给你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。最强骑士，杀死魔神皇风秀，人类才会有希望。为了打败魔神皇风秀，我会给你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。你现在除了吃饭，没有休息时间。是不是觉得很累，快扛不住了？抓紧时间吃饭，等下还得训练。
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怎能轻易就给别人下跪？你什么你？一点小恩小惠就下跪？难道我教的是一个磕头虫吗？老师，我只是想说，我能不能不吃这些饭菜，然后把他们带回去给我妈妈？你妈？妈妈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你妈妈她？不，是你们，你们这些年来过得这么辛苦。我不辛苦，我妈妈才辛苦。我从小没有爸爸，家里都是靠她洗衣服赚点钱，而且她身体也一直不好。老师，下跪了，请您别赶我走，我不能离开骑士圣殿。你这么紧张，是怕我把你从骑士圣殿除名吧？那样，你母亲就再也没有培元液可以用了。啊，老师，您都知道。浩辰，你看那太阳，好看吗？那你知道有多少人连看一次太阳的机会都没有了吗？在奥林镇之外，在年轮边疆，在每一个有魔族的地方，遍地都是他们洒下的热血。他们用血肉守住人类最后的防线，换来我们每一日的安宁。可他们却被永远地埋在了黑暗里，被埋在天亮之前，再也无法睁开眼睛。是他们用生命照亮了这片大地，他们每一个都化作了这茫茫暗夜里的一颗星。浩辰，骑士不是喊口号和拿培元液这么简单，这亮起来的是骑士精神，是骑士荣耀，是守护人类的决心，是慷慨赴死的英勇。我们骑士圣殿作为圣殿联盟之首，冲锋在前，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，长夜难眠，吾辈只能舍命前行，你懂吗？星宇老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不会逃跑的，跟妈妈无关，我不会逃跑的，我会成为真正的骑士。月儿，你真是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孩子。浩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、啊，星宇老师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传承之界里面的传承空间，也是你以后学习新技能的地方。学技能？这里的每一张卡牌都是一个技能。
没错，这里有骑士圣殿的所有秘籍，以及我的自创技能。所谓秘籍，就是每个圣殿最高级别的技能，我的条件极为苛刻，是联盟的顶配。至于我的自创技能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恐怕还无法学习。星宇老师，你好厉害啊！龙浩辰、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否明白了何谓真正的骑士，并愿意成为我的弟子，为守护人类而战？我愿意，老师。光明神在上，今日以无之戒为你加冕。骑士之冠携荣耀加于你身，即日起你的生命属于圣殿联盟，生则为守护人类奋战到底，死则英灵长存沙场终身不悔。联盟荣耀即你之荣耀，荣耀即生命。传承之戒，传承骑士的荣耀，传承守护人类的使命，传承一切。传承之境已认你为主，此后你便是这里的主人。但你现在灵力还太弱小，这里的很多技能你还不能驾驭，只有当你的能力达到，他们才会逐一解封让你学习。这是你要学习的第一个技能，试着将手放上去，沉心静气，用你的灵力去激活卡牌。这招叫做纯白之刃，将灵力汇聚到剑身，随后挥出。你试试。一天挥剑三千次，一年挥剑一百万次，为了你想守护的一切。妈妈，